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国防部示范乐队及三军联合一队进行的暖场表演，曲目为飞扬的心。这是一支以仪态昂扬展雄风，乐音嘹亮震四方为特色的队伍。国防部所举办的任何大型活动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阵容庞大，动作更是紧密相扣，带给大家视觉与听觉的无比震撼。他们正以整齐的步伐、雄壮的军乐，完美展现出三军合作无间的高昂士气。神采飞扬队形，一队弟兄重荣誉、守纪律，在平日扎实严格的勤训精练习力下，个个阵容堂堂，全神贯注。相信在座各位长官贵宾必能感受到一队弟兄所展现出的那股朝气蓬勃。一字波浪队形，接下来一队弟兄所表演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波浪枪法，既有短暂的时间差及纯熟的枪法技巧，展现出犹如波涛席卷而来的效果。除了代表一队坚实的训练成果外，更象征新时代国军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新精神。在国防部示范乐队三军联合一队表演结束后，国防部的大家长部长陈兆敏先生步入会场，并发表简短谈话，鼓舞现场官兵同仁，也感谢民众支持国防，共襄盛举。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共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鼓号缤纷，第二阶段永恒传唱，第三阶段胜利乐章。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北一女中和陆军专科学校所带来第一阶段的演出鼓号缤纷。建校迄今105年，在历任校长擘画建设与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下，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人才，奠定了该校卓越超群的优良传统校风。而校内拥有光荣历史、享誉国际的乐仪旗队，是由一群品学兼优、乐观进取的同学组成。他们精湛的演出往往是众所瞩目的焦点。现场朋友们，北一女中乐仪旗队从民国59年起就开始巡回世界各地演出，拓展国民外交，深获海内外各界人士赞扬。96年的时候，乐仪旗队受邀参加英国爱丁堡军乐节，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参演单位，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声望贡献卓著。今天北一女乐仪旗队要向军民同胞绽放青春的光和热，带来《雷神进行曲》等多首曲目。北一女中同学们曼妙的舞姿、精湛的枪法，配合乐队悠扬的乐章，舞动着色彩缤纷的旗帜，配合着自信的笑容，更让人感受到非凡的气势和柔美线条的奇妙组合。尤其象征荣誉的绿色制服穿在身上，更展现北一女中学生们独特的气质。乐仪旗队的精湛演出象征着他们刚柔并济、锐不可挡的魅力。看他们彼此绝佳的默契、精准的角度，十足展现出北一女中对完美的执着，也象征着他们的坚强及韧性。接着登场的是
陆军专科学校鼓号乐器队。陆军专科学校创校已51年，是国军培育士官的优质学府。该校鼓号乐器队经常代表国军参加国家庆典，也广受民间邀约演出，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悠久历史的团队。和平火焰，这首曲目以强烈的打击节奏带出磅礴的气势，象征今天所有参演的队伍高昂的士气、坚实的战力。陆军专科学校用雄壮的旋律、激昂的号声，完美展现出军校生的青春活力。来宾请掌声鼓励，掌声鼓励。